以前的约定，只为分高下。若再来，可要讲生死了。再来，我收复荆州，离不开三个人，一个是主公，一个是影子，还有一个就是你。 卦象已动，只需7日连雨，水漫则盛。那仗什么时候开打？时机已到。明日之战，我只是个诱饵，没有人会在意诱饵的死活。我在意。死心塌地干你自己的事。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。旗开得胜。 听说你们夫妻二人合奏天下无双，父亲遇到过高手吗？还没有人能在我刀下走过三合。若真成了铁了，你我都得死。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那什么是真的？你说什么是真的？爹。